又想来一条果冻。今天起了个大早，出去买了点东西，悲催的电动车骑不回来了。嚼碎一条果冻。然后拌点这个奥古丽吃一下，家里面就剩一个鸡蛋了，没有鸡蛋了。早上的话啊，你们尽量吃的比较有营养一点啊，这样比较好。鸡蛋的话一定要吃啊，鸡蛋多吃鸡蛋可以补充蛋白质啊，这样也可以提高你自己本身的代谢。就剩这一个鸡蛋了。果冻啊，你们有需要的下方小黄车自己去拍啊。可以不吃蛋黄，然后只吃蛋白，但是鸡蛋一定要多吃，多吃点鸡蛋补充蛋白质。所有风景都什么。